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品学网的总经理林远贤。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话题，就是品学网来了。是的，为什么它来了？因为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在当年呢有 SARS 的时候出现了淘宝，而现在 COVID-19 新冠肺炎会永远的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消费形态。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你都在线上学习了，会打破对学习方式的理解，重组我们对知识路径的认知。所以在遇到经济大萧条，现在比1930年代还严重，没关系，你就不断的学习积累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价值就会增加。所以我为你打造了一个品学网，让你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学习知识、整合知识都能有效的获利，而您的经验跟知识就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卖点。因为知识可以复制，经验可以传承，人脉可以拓展，资源可以整合，所以您的知识就可以在品学网变现，你的经验就可以在品学网创收，你的人脉可以在品学网生钱，你的资源可以在品学网致富。我们为你打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品学网的所有的学院的集结，有很多知识供应商，又为你打造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知识生态圈的商城，同时把跨国的知识可以把它链接在一起。而整个品学网的平台啊，有很多的知识分享者在平台上提供给你很多线上线下的课程，同时这些知识供应商有来自于全球各地最优秀的教育培训机构，各大知识平台的供应商，还有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 KOL， 全部意见领袖都在上面帮助你。而知识生态圈的商城呢，你可以吸取别人知识，看别人知识之后，从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再转化分享给别人，你也可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财富。因为我觉得任何商品任何内容加上您的知识都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而你所有的商品也都可以进驻到我们品学网的知识商城来帮你做更大的营销。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大家都没听过的知识交易所，我们未来可以透过整个知识交易所让你一起在交易所里面一起来上市。而我们认为每个人的知识财富啊，都是一只股票，股票名称呢就是你的名字，股票代码就是你的身份证号。而你靠什么来上市？靠你过去的知识、经验、人脉、资源，都可以在我们这边一起来 IKO， 就用你的知识来上市。你的知识怎么来的？是从过去经验来了，所以你的经验获得的知识，知识经过分享创造的价值，价值赚到的钱创造收益，收益又去做更多的事情扩大你的事业，事业又得到更多的经验，经验又让你得到知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知识的善循环。我们都知道过去创业靠资金，现在靠资源，未来一定要靠知识嘛。所以共享经济时代来了之后，你知道房屋、出行、空间、医疗都在共享。共享经济里面的 Airbnb 啊，市值现在即使是疫情期间就260亿美金， Uber 即使疫情期间都572亿美金，共享空间 WeWork 即使现在都有75亿美金，共享医疗即使现在都有18亿美金。那各位想看，我们每个脑袋都跟别人不一样，知识的分享肯定更厉害咯。所以樊登读书会啊，每一个礼拜帮你读一本书，现在市值50亿人民币。逻辑思维罗振宇每天讲1分钟话给你听，有3000多万人在上面听，他现在市值100亿人民币。吴晓波先生啊，只是每天在微信公众号写一篇文章，市值现在20亿人民币。然而有房子才可以做 Airbnb， 有车子才可以开 Uber， 有脑子就可以上 Pinterest。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子有车子哦，可是每个人都有脑子，有脑子的人都可以经营，都可以分享品学网。所以 Pinterest 品学网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事业。图片上这些是每一场的说明会发布会都是满满的人，大家纷纷的加入品学网，即使在海外的线上的直播也是满满的人都在参加品学网。所以赶快把这个图截图起来，你这辈子的被动收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赶快截图扫描进来参加为你准备的发布会。品学网是不受物流运输限制的，没有区域限制的，也不用物流，也不需要变动你的工作，人人都可以来。而且我们透过独特的二维码绑定关系，全世界任何人扫你二维码都可以成为你品学网的会员，为你来创造财富。而且你的收入在后台是自动的系统秒计核算，你的知识会不断的更新，你的财富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这是分享经济的新时代，我们要透过分享彼此的知识创造一个万亿的市场。而且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在品学网上面按赞就可以赚奖学金，发文就可以赚奖学金，点评也可以赚奖学金，不仅如此，分享、消费、扫码都可以赚奖学金。而你奖学金呢，可以拿去换学分、换课程、交易知识、商城购物、投资路演、抵付年费，全部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注意哦，不靠资金，不靠资源，靠你的知识就可以创造价值。特别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知识交易所，特别是我们让大家可以 IKO， 让你的知识可以首次公开发行，让你的知识可以随着增加而创造价值，那你可以随 IPO、ICO 之后立刻走到了 IKO。 品学网为你而来，赶快加入，加油。